谢谢谢谢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这？我告诉你了，欢迎对岸同胞。哦，那您是？我是中国人。哦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您是中国人。对。哦，可以了吗？所以你是从大陆来的？我们都是中国人吗？你也不是中国人吗？你是从你是中国人吗？你是从大陆来？你不要管人家从哪里来，你是中国人吗？我小大就三年啊，是对，要有这个概念，我们要有中华民族的大业，对不对？对，台湾也是中华。对，大哥，你这句话讲的美国养了狗，美国养了狗，美国养了狗，狗，美国养了狗，那是狗，美国养了狗。看到没有？还要不要照？再照，再照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月球上都有，你照不照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到底干什么？你是哪来的？来来来，哎，我是记者，你跟我说，我是记者，对。我们是法轮功的。对，我知道。我们是信仰这个真善。对对对。是在大陆被迫害的很严重。是。所以我们就是会抽自己一点方便时间，出来把这个真相告诉大陆的同胞。然后共产党就派一些那些激进组织来打压我们。然后利用台湾的自由民主，破坏台湾的自由民主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很平和的表达我们自己的这个理念，他们都是用谎言跟暴力。我们在这边伤害，短时间内就被八件被他们伤害，然后包括路人，包括一些跟他们理念不同的，我们被旗杆打头，被旗杆戳肚子。所以我觉得您刚才很勇敢，因为他们如果摄影机没拍，他会殴打路人。哦，真的、啊？真的，这个我们已经有八件伤害，已经被把他们告到那个法院去，然后我们告他27件案子，其中还有公然侮辱或吐我们口水，这些的都是共产党那一套暴力啊、谎言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边受的待遇，我们希望台湾人能够觉醒哦，就了解共产党是的本质是什么，然后唤醒台湾人的良知。我们很赞成两岸交流。对不起，那为什么警察不处理一下这个状况？有一点要说明哦，就是说，现在他们那个五星旗哦，在台湾有宪法保护，所以这就是说，这个台湾法律哦，就是说法治之外，要就是说要了解共产党是一个敌对的一个政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法律不合理的地方。当然警察也很辛苦，可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案件被就是说把他们告到这个法院的过程，警察来都是有帮忙，
都有这样，也都有帮忙。哦哦，所以说我们有三件已经确定了，法院已经判刑了。所以这个，我相信这个历史会还这个台湾人民的公道。我们在这边被他们辱骂，因为信仰被辱骂、被殴打一次，我相信正义会站在这个善良的这一边。他们这样声音，他们用暴力的方式。他们这样声音不会超过那个吗？环保局来，他们就关掉，那等环保局走，他们就在钻那个法律的漏洞。那我们不能把他们这录下来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拿给环保局。我有跟环保局讲这个问题，对，他们说必须要他们的设备还行。啊？就说他们设备是很贵的那一种，就说。不是说任何人设备他都会采取，就是说这个噪音的状，这个设备，录噪音的设备。那这样还不够大声吗？那譬如说那位跟那个外国人讲话，那是我们，那是我们保安工的人，所以很平的在跟他交。哦，那你看那些。就是要做是要打那个很明显的分出哪边是善良，哪边是邪恶。那个拿着中国国我们台湾国旗的那个是什么？那个也是他们的这个爱国同心的人。哦，所以他们的人也拿我们的国旗，也拿他们的国旗。哦，但他们拿我们国旗是幌子。他来这边都说台湾是中国的，都说，那个什么，希望共产党赶快来呀、啊，哦，然后希望一国两制这样子，他们是帮共产党在宣传。哦。然后如果说有些路人跟他理念不一样，他就会煽动旁边路客去攻击他。那像那个拿那个，那个是我们法轮功在帮忙收证。哦。因为如果不收证。他们常常会打我，哦、我们需要自己保护自己。哇、哦，天哪、啊，太辛苦了吧！我们常常被他们打，哦，但是我们修炼人，我们对个人利益比较不会在意。哦，我们希望说，从台湾人可以从这些事情看到共产党的真面目。两岸交流是好事，但是共产党不会对台湾人，不会对台湾人。就今天，因为台湾还有像我们这样。你我这样有原则的人，哦，所以台商在大陆，包括一些政治人物去大陆，还有一些好处。哈哈。如果今天台湾整个被统一了，哈、你讲，继续讲。如果今天台湾整个被统一了，哈，我想共产党不会对台湾，所以哈，台湾人要明白啊。那我们还。很支持两岸交流，我们也希望台湾人多赚一些钱，但是我们希望说台湾人善良要多。曾经有路客跟我讲说，你们怎么可能敢去讲政府不好？他说他们在内地啊，讲政府不好，江南北家喻户晓。晚上可能流氓就来找他算账。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。这个影片啊，这些而无遗憾的事实，因为在大陆修炼法轮功，在大陆被破坏，一百种不同对待善良的修炼。这个女老师哦，是一个学校的职员，只因为修炼法轮功，整个脸被电棒电成这样。但是他们就算被破坏到死，都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。他们在大陆劳教所，可能只要答应他们出去污蔑法轮功，就可以放他们出去。他们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信仰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人都是很令人感动、很令人感动的劳教人员的非人迫害，震惊各界，并迅速成为各大网站最热门的话题。所有的转载和报道都在中宣部的禁令下很快消失。紧接着，《纽约时报》签约摄影师杜宾在5月1号全球网路公映纪录片《小鬼重生的女人》，更加全面的曝光了发生在马三家这一人间地狱的惊天罪恶。这部纪录片片长99分钟，记录了12位曾经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对劳教人员的口述，其中有深渊的上访人员和维护信仰的法轮功学员。
他们揭露了被警察酷刑折磨的详细经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共有多少人是他们的人？那穿绿衣服的，穿绿衣服的，拿五星旗的，先拿五星旗，拿国旗的，拿国旗，拿这个黄色旗子，黄色旗子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，但是那个是有国旗有五星旗的那个是他们的。对，那这个呢？那个、这个是什么旗？什么？这个是什么旗？这个是他们的黄龙旗。黄龙旗。对，黄龙旗。黄龙旗是什么旗？他们协党的旗，我不了解那个历史。但是上面是一个五星旗也在上面。然后那两个拿牌子，认清邪教本质的，就是那个爱格农协会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我们的人。这是我们的人。所以他们一共有现在看得到的是一二三四五，像他们这几个大部分人都被很多刑案都在身上，像这个六个人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我们保安工，他很善良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一共有五个人在这里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然后他们大部分都刑事被起诉很多案件。像这个伤害罪就好几次，那女的也在这边打了好多人，那个女孩子，我们这个影片有证明，只是说司法是比较慢，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他人一个公道，老天会给他人一个公道。所以一共有五个人在这儿就搞定，但不止五个，但是今天来五个。以你看一共有几个？那卖油同学大概，因为他们有背后有中共的资金的资助，所以之前来了很多那种领工资的，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人会很多，很多是几个？有时候来十几个，但是有些一看就是现场在发工资，那之前也是比较固定班底，那他们的会长今天没来，由那个小胡子叫周庆去。那你看一般人对这个状况他们的想法是怎样？我发现学生很明白，特别是这一次学运以后，学生很明白说这个共产党的这些本质，还有这次香港事情发生以后，香港一国两制这么久，78万香港人站出来反对共产党，所以这个给台湾人一个很好的借鉴。所以那一天也是香港游客就说我们支持台湾，当场就反对他们讲的都不是实话。那大陆的人看到这种情形，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状况？表面上是支持他们，可是因为他们在大陆被欺骗太久，所以私底下才会跟我们说真话。他就问我们说，你们怎么敢在台湾，他们发现他们在旅游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敢讲马英九？他说在他们那边，你敢讲市长讲谁，晚上早就被流氓打或被流氓羞辱，他们在他们政府跟流氓黑帮乱党是一家的，所以他们人民对政府是很害怕，甚至我们给他一些真相资料，他们有的很怕，都问我们说回去会不会被抓，今天又遇到一个，他给他一张真相的纸，然后他就说这个纸带回去会不会被抓，他们很害怕，我们也很同情他们。那我们有跟他说我们这些所有的资料都要负法律责任，台湾虽然民主自由，可是有法治，我们都很愿意为我们讲的这些事情，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。你看他们这样谩骂，我们都不会跟他计较。他扣我们帽子，说我们拿美国人血。其实我们在海外哈，连印度这个警察学校都有在写，这个事实证明100多个国家，美国人有可能给印度警察钱吗？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反攻学员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